我是瑞博，今天是107年9月15号，高雄站9:45。主要拍摄的是3131次，经由屏东县靠屏东的区间测。现在等待它的进站，流程片可能在很多都电影道具观赏片。3131次经由屏东县靠屏东的区间测。大家要进站。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在很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谢谢大家，拜拜。3131次，一代为小号区间测，正在等待它的进站。沿本次列车沿着零号凤山九曲塘后，这样，本次列车沿零号。凤山后庄九曲塘六块厝屏东归归了屏就屏东，就到屏东而已。我就讲的是本次列车沿途停靠高雄凤山后庄九曲塘以及然后六块厝以及终点站屏东。而且片段的很多都丢不到，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就先这样，拜拜。开往屏东区间车，驶进高雄站了，请到5A月台候车。3131次进入屏东县靠屏东的区间车，正在等待它的进站。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就先这样了，拜拜。3131次为区间车。如果没意外的话，也是一代，应该也是一代的小圈了。如果没意外的话。想不到吧，就是一代小圈了。3131次进入屏东县屏东的一代小圈了，在高雄站准备驶进，准备停靠了。微小圈了，一代小圈了，3131次进入屏东县屏东的区间车，驶进高雄站。这是。这一台是。1855加上1856，一大小圈车，在高雄站停靠。那相片可以在很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就先这样，拜拜。